我连伊姓啥，叫啥拢毋知，敢一个冰山，是要安怎查？当然，你手机还无炸，我搁死过侪无你的人，我活落到要死，到底伊走去倒位去啊？歹势，你卖手机啊，请你原谅我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原谅我。你真正生气啊？是的啦，我无应该无体谅你的感受。其实你对我好，我知影。你的热情我嘛有感受到，是我唔对。我感觉我已经有成就感，拄只伫我的心内，小刺猬变作小绵羊。没。你讲也好，呀，来去吃饭。哎，等下，我雄雄想要吃几项物件。什么物件？就胖的。哎，烧啊，烧烧。我知，应该啦啦就凉啊。你捌吃过无？我以前还在吃，我头一次有吃过。你敢知影？这是我头一遍吃。啊！你唔捌食过泡面，敢会想过离谱？之前阮厝内底唔捌食过这款物件。读册时阵哦，我常常看到同学咧食，看到伊咧食，我就感觉足香诶。今仔日我一定要试看卖。你嘛想要试看卖着无？对。看你食，我的巴肚咕噜咕噜一直叫，嘴内拢要流落来。一嘴哦，干哪会当食一嘴哦？哎，你搞创啥？唔是啦，我袂记咱唔是姐妹，袂当用同一双滴。你不介意哦？不介意。
安娜，我吃吗？我吃。你吃，是你亲手捏给我吃的，这嘴面特别好吃。你是有一个病哦，自己嘴好累累。我先跟你讲哦，你这步对我无效，我还是无钱去你店内底消费哦。我是讲真的。你这嘴吃完，我有话跟你讲。什么代志？你一碗面，我要给你抢过来。听我啦，听我，听我，听我，这好食你唔知啊？哎呦，听我，你是土匪哦！冇食过这么好食的泡面。听我啦，我管我管。听我哦，你听我，我袂吃饭。听我。没。听我。我管。哎，你来把我拍，面就吃倒，那吃倒，你就什么都无。我还吃一嘴。啊，我。这是我。好几碗的泡面，就让你吃了。是嘞。我要入去洗身躯啊！你对张仁勋用情真深，谈恋爱哦。你莫唔信任啊！你对伊的一举一动拢受过关心，心情嘛受到影响。伊笑，你就对咧笑；伊若危险，你就拼性命。你真正了真深哦！我哪有？若无你想那要暗藏你家己的身份，头家唔就要做神道，佮假做家己是男公关，连我拢看会出来，你妈敢会唔知？你奈无代无志，扛去阮妈遐？你敢会认为今日的代志受过拄啊好啊？我佮你提醒一遍，你妈绝对无可能接受张仁勋。卡斯讲，伊也是知影，你为着张仁勋嫁做男公关，你认为伊迄种假长鸟仔肚的人会安怎想？莫讲阮妈歹话，我毋是讲伊有歹话，我是甲你提醒。我阁问你，你敢会感觉阮妈足歹剃头的？我甲静茹结婚之前，阮妈就足反对，是经过我足侪届革命，还阁有一挂有诶无诶步骤，才结婚成功的。结果恁妈竟然有法度。为阮妈的手头，甲恁爸手走，你免想要解释，你家己想清楚，恁妈是毋是足恐怖？这拄食饱，你安尼跳袂消化啦。你的人生哪会这样子规定啊？我这是珍惜性命好。过去我嘛捌甲你同款，因为惊伊失去。就把心爱的东西放在手里底底条条，无论做啥，我拢照定金，就要跟别人讲讲。结果后来我才发现，无论我偌细腻，我也是拼袂过命运安排。我总算了解啊，放手无一定是失去，有当时嘛会换来人生的自由。是啊，所以拄则我嘛无遮尼坚持。
你叫我吃的菜，不管是不是我喜欢，我都有吃淡薄。你说我不是很乖？很乖。就像怎么说，人生永远不知道会有什么在你的面头前等你，不如活了精彩，活了快乐，你说对吗？伤人心，用情真心，谈恋爱哦。你放着谁的歌曲？是怎样的心情？哎，我腰酸了。哦。雨下得很安静，是不是你？你的平衡感这么歹，以后别再跳来跳去，拄着害我行一下。我无想要再叫你爱啊，咱两个熟识这么久，搁做伙经历遐尼侪个代志，我连你叫啥物名拢有知，你袂感觉受限？你总算是要了解我。谁叫你遐尼高调？顶回你才给我聊，我找无人。那个时阵，我才发现，我对你所有的代志拢无了解的，我感觉足见笑的。你对我这么好，我算不捌关心过你。我叫王正燕。王正燕。我是要了解啥？你出来带有几个人？三个，阮爸妈甲我。所以你是独囝哦？应该是。啥物叫做应该是？下一题。安尼，你有介意查某囡仔无？有。我阁当作你的工课，无可能真心对一个查某囡仔付出，想袂到呢。那安尼，迄个查某囡仔敢知影你介意？应该唔知影。小刺猬，我问你啊。我要安怎做，才能确定对方是不是嘛对我有兴趣？我唔知，你莫问我。感情这款代志，我无经验啊。你应该去问王总的，也是少年党的，伊迄款大少爷，拢嘛情感丰富，应该会当给你一寡建议啦。我是想要知影为查某囡仔的角度。你问我就袂准啊！我是爱情绝缘体的，无人会介意我。那有可能，我都